这些伪类啊，攻击我们这个，攻击我们那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都是一群傻瓜的。其实他们这些人才真正的是傻瓜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最幸运的那一批人，但是我们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坚信啊，坚持加努力，最后我们才能够啊，到看到暴力革命胜利的那一天，然后最后我们也会从中有我们最大的这个获益，好吧？最后我想把这个给我们所有战友们做一个分享。好了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。那么，安红女士。这个世界上通往真理的路是小的、窄的，走的人比较少；而通往世俗的、非真理的路是广的、宽的，走的人比较多。我想战友们能够真正坚持，保有自己最初的信念。我们是为了灭共而来，我们自觉、自愿、无怨无悔，那么一定能够看到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那一天。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么一个决赛，这么一个半决赛。我也希望呢，有更多的这个新人能够放弃恐惧，迎面挺身而出。希望有更多的人战友能够成为我们最强 speaker。